大家好，我们是台南海系的学生，我们的作品是《黑化蛇形甲》。我们的创意动机与目的，常常我们会去水族馆，看到店家都会每一个水族缸都夹水管夹，水管夹是要让我们抽换水比较方便。可是一般市售的水管夹，它的注水口没办法360度全开。可是我们经过改良后，我们的注水口可以360度全开。然后一般市售的水管夹，它没办法依照缸壁去做调整。然后所以我们也改良，我们蛇形甲可以依照那个缸壁大小和缩小的。然后我们的特色功能是在一是机动性功能，二携带方便，三底座加大，加扣和调控，然后第五个是耐用功能。再来就是产品的构造，首先是上面的调节阀是来控制上面的开口，最大是3.5，最小是2公分。再来就是中间的螺旋盘，增加360度旋转。再来就是下面的C型架本身就是调节阀。前面是垫片，能更好的跟鱼缸接触面积更大更好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水晶架是用在一般鱼缸跟水槽比较正方形跟圆形的。再来就实际操作给大家看。先是用6公分的，谢谢大家。